来，您的面。哎呀，这个老钟真是，这个时候让我收什么风筝啊？ 不好意思，拿好，走。 不好意思，小姑娘，没伤到你吧？你可以走了，刚刚你什么都没看见。四姑娘，燕公子，今日云安馆来了许多病患。 燕公子，要不我们去那边逛逛吧？我也正有此意。